春节将至，屏东慈天宫将在大年初一、初二办直角活动，只要连续直出20次的圣角，就有机会获得休旅车。另外，慈凤宫则是大年初一到初五到庙里点灯，就可以参加抽奖。民众不妨新年试试手气。农历新年脚步接近，屏东慈天宫将在大年初一、初二举办把杯活动，赢了就能把车带回家。当然嘛，都期待。要抽汽车吼？对啊，肯定有啦。盖老盖吗？一听到消息，民众迫不及待。寡杯活动大年初一、初二早上8点到晚上9点，现场排队报名，分成机车和汽车。机车组连续直出12次醒杯，就可获得电动机车，名额总共2个。汽车组必须连续直出20次才能获得休旅车，名额只有1个。只要拿满20杯，就有机会钓到83万的。除了宝贝活动，还有点灯抽奖，只要到庙里点灯，就能在初一、初二参加抽奖。至于另一间慈凤宫，则是初一到初五前往点灯的民众，凭收据抽电动机车。春节接近，宫庙办活动吸引人潮，民众不妨新的一年到庙里走走，试试手气，添个好运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采访报道。